好，有人说他要call in受不了了。好，支持这个马的记者、捍卫记者，来来来，终于出来了，来你看，来我们刁民啊，受地吼哈，张维倩太过分了，品要最安全，这个李宗豪太离谱了，谴责暴力，你是怎样啊？当大家都有内功、有气功是不是啦？那无形的气功波是不是？郭国文注意安全，你看嘛，郭国文讲这话就人话嘛，对不对？注意安全啦，走路要看路啦。哎，郭国文，谁说我支持你啊？对不对？来来来，台南的这个应该是台南高雄李博义，哎，停停雨，停什么啦？你要停什么？你叫他不要走路要小心啊！啊，林楚英，哎，各位，你自己也是当过媒体耶，我真的是不予置评哎，自己也是当过媒体人哎。对不对？好，不想讲他了。哎，这个何心存，哎，媒体监督是职责，不能越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哎呦，你要不要看一下当年你们是怎么去整韩国语的啊？还太过分。哎，陈佑兴希望平安。哎，这个留言我可以接受。啊，言未迟，不能这么过分。啊，那么你们对侯友宜才过分，好不好？还穿反光背心去市议会。啊，那这个鸡排没有跳过，我不想讨论，大家自己看。啊，这个大家自己看好不好？啊，这个啊，谢子涵说严厉谴责中天 ，OK， 严厉谴责中天 ，OK。好，我们待会去看看各家媒体大家讲什么。哎，民进党青年部啊，品瑜加油啊，赵天麟谴责暴力啊，吴思太可恶了啊，林怡景说啊，如此没素质，你才没素质，你全家没素质啊，笑死人，最好是那有资格。一个立法委员绝对没有资格去评断媒体有没有素质，你的责任是被监督的，你没有资格去评断媒体的好坏，不管今天是三立、民视、华视、东森、TBS 任何一家记者、电子、平面、电视台，你都没有资格去指控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有没有素质。我再讲一次，今天不管是蓝的、绿的、白的，三立、民视、自由时报、中国时报任何一家，你作为一个民意代表被监督者都没有资格去评断媒体从业人员有没有素质，莫名其妙。好，电话来是不是？还是什么？哦，还有是不是？啊，谁提供的？哦，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来，来哦，你看哦，这个，哇，这图片好小。黄琼慧说：“哎呀，这个，加油，不要被打倒。”哦，哦，然后你看哦，你看他们是怎么样去写哦，说你看三立讲说：“哎呀，你为什么要推我？哎呀，赖品妤被追尾时撞倒。”哦，这个扬言要叫警察告媒体，这样如何？什么东西？哦，没关系，没关系，我这样看得到。哦，说这位先生，你已经弄我很多次了，所以我就讲嘛，这个标题确定要这样下吗？哦，因为赖品已经改口了，哦，赖品已经说没有人撞他了，他说是现场混乱。哦，所以你看，然后还在做假新闻，说你看如出一辙的手法，哎，要让当事者崩溃。你们在讲韩国语吧？怎么听都像韩国语啊，对不对？啊，你看哦，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医学活动还问他不相干的事。各位，如果照这个逻辑哦，那今天总统也不用问了，就像蔡英文一样，哦，那所有民意代表、所有县市首长都不要问了，哦，因为所有当下的问题都跟现场活动不会有关系的，好不好？神逻辑。哦，你看哦，他说什么？说他出手推他哦，他说他推他哦，赖品已经改口了，所以我想你各位要确定啊，不要乱随便乱跳啊。赖品已经下车了，你们还要乱跳？你们要这样入坑，对不对？这个全部都会涉及诽谤造谣，因为赖品妤本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唯一有的就是被追赶，然后他自己在现场混乱中跌倒。哦，那你确定要上车吗？要跟这个林智坚一样吗？所以我们就再看一次赖品妤的这个嘛贴文嘛，我被狂追，对不对？
现场混乱中我跌倒，狂追摔倒，只有两个关键字，没有推，没有撞。哦，所以 你要上车，你要确定，哦，好不好？来，我们接通第一通电话。哎，欸，Alex， 哎，您上车来，请畅所欲言。货币躲货的，是这个主持人中午好啊。哎，中午好，我就单纯讲一下就好。哎，那个名叫货币躲货的，我恭喜两位了。哎，那个之前王八千唱记者就算了，哎，你们看到有些人真的是哦，哎，真的用词和动作不要让大家觉得是很弱智行为。我坦白讲，线上的有没有中文不好的哥布林的？有没有哥布林听不懂中文的？线上朋友帮这中文不好哥布林翻一下什么叫弱智。还有线上朋友记得跟那个赖平宇打声招呼哦，跟赖平宇打声招呼，我打扰他，现在已经在正在听。来来来来来，一句话哈，不敢面对自己云豹争议的问题，然后还在那边讲说中立是跟踪骚扰暴力行为，靠北。哎，现在镜头都拍得清楚，哎，马的记者还想参与，已经跌了赖平起来，然后对他太善良了，装说还在那边装说中间做跟踪骚扰举报的行为，我说赖平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你怕赖平这也够心虚啊，不敢面对自己云报的事情，结果还在你底部那边写什么？那个主持人的话，把他可以转到赖平演脸书吗？就是这个画面可不可以？哦，你要讲，你要脸书，你要 Q 是不是？你要新来旧的啦，你要讲撞人还是那个？就是我好，来来，我们上个那个什么中立污蔑，中立污蔑他的什么鬼的。哦，你说那黄琼慧是不是？不是，我说那个赖皮他官方脸书。哦，对，官方脸书是不是 ？OK， 好，来来来，那个导播画面帮我们对，你这一张吗？好，来来来，我帮你 Q， 来，你讲你讲。来来来来来，我是一个打的，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了哈，就是这个啦，就荧幕上这个啦，哦，赖品妤长时间在立法院上作秀，然后随时在那边 cosplay 动漫人物，还当云豹白衣的小公主。借着太阳花学运提升自己知名度的就赖皮，就这个人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去提告马的记者，哎，那个根本就不是马的记者就去推的赖皮，不是马的记者推的赖皮，就要对马的记者提告，我真的觉得赖皮你可以把我起来了啦，哦，你还想把我起来了啦，不敢面对马的记者的提问，结果要提告马的记者跟踪骚扰和暴力，你俩都来的赖皮，你我想问你，直接把我起来了啦，然后还说什么？中间记者上周也在我回答我提问后，一直不断跳出询问题，在我进印度询问鬼打墙离去时，恶意移花接木陈道宝，请问一下是你自己道跑哎、欸，你怎么好意思说人家移花接木啊？然后等一下我，而且我补充一句，而且那个画面是整段的，没有剪接过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移花接木，一个完整播放的影片从头到尾没有剪过，要怎么移花接木，我也不知道啦。哦，就他懂得隔山打牛，我不懂。好，那你继续讲。是啊，就是关键的伪名，一个玩那样，给郭赖平讲过什么？移花接木，移花接木时下，你伢懂哎？什么叫移花接木？关键伪名，这话真错的呢。你啥的啊？你讲。然后今天甚至还在讨论一楼记者会较真，询问我一回答过问题，我也都不无厌其烦的逐一回答。然后在我送往武汉离开时，他在现场狂追现。造成现场一片混乱，最近我也因此人也而摔倒。哎，赖皮皮，哎，继续放那个。不敢面对问题，你就这样子，你就这样子，恼羞成怒就这样说人家啊！哎呀，你不要撞我，你不要撞我！你不是我说赖皮，你怎么直接丢高的呀？你直接丢高哦！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如果不赶快打这个电话，就是替这个马的记者来骂。我如果不赶快打，我如果不打这个电话，就是去踢这个马德记者来骂赖平的话，我真的受不了。以上，谢谢。好，谢谢 Alex。哦，我们 Alex 今天情绪比较激动，哇，这个各种出口都来了啊，但是不要紧，真性情，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嘛，我们这是在讲到这个画面。打架的记者，哎，你为什么？你上次也推我，你为什么？是不是？不是啊，因为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奇怪，因为他这个的动作，我跟你讲，演戏有两种，一种就是呢你演得很好，然后观众呢你不讲话，融入在你的情境里面，啊，有一种呢就是脚本没写好，演技也不怎么样，
那只好用台词带剧情，各位，用台词带剧情。好，这是我在看这个有些戏剧的时候得到一个感想。好，最差最差的就是你要用台词带剧情，因为你没有办法让观众理解、感同身受到你所演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你要用台词去带。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啊，因为刚刚赖品不断的在复述说，你为什么要推我？你为什么要推我？你上次就已经推我，你为什么要推我？啊，他必须要用台词来把他这个情境给完备，否则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如果不这样讲、不这样做，大家只会觉得啊，李喜你怎么了吗？还好吗？啊，有事吗？怎么突然这个去攻击脚架？对不对？不要这样随意攻击脚架，好不好？脚架是无辜的。啊，你看，我刚才就讲这画面嘛。旁边是不是有个摄影大哥？哦，那你说马德真的有做错一件事情，真的做错了，啊，他第一时间赶快跑去要扶他，要看他，好，对不对？啊，你来看嘛，旁边是不是那个摄影大哥挤着？有没有摄影大哥的手？来，往再退一点，定格，退大概两秒钟，定格，太清楚了，那个是关键画面。再往前一点点就好，哎，来停，再往退一点，来哦，你看哦。那个时候，摄影大哥的手来，稍微停一下，背包包的左边那个蓝色的，来再往前一点点，往前几个卡就好了。你看他的手，不是好放，来慢停，你看一下，有没有再倒退一个卡就好了。他的手是在赖品妤跟马德中间啊，来你看他的手，来你看，所以根本怎么可能啊？隔山打牛，有没有？他的手是在他们两个中间啊，难怪要改口啊！这不改凹不下去了。你看，哎，那个大哥一直，救鬼！所以他们之间是有距离的嘛，对不对？啊，不管你跟我讲，他手是放在哪里？异次元空间吗？小叮当的口袋吗？还是哪里？好，那你看马德，因为他当下马上蹲下来要去那个嘛，关心他嘛，就这是善良嘛。好，对不对？好，所以你看从这画面更清楚嘛。但是因为他一直讲说是不是半岛哦，因为也是蛮奇怪的，因为。理论上脚架这样，你说要去绊到那个脚架，我不知道哎，那个脚架好可怜，一直打。啊，各位，我们看了一个残忍的画面，对吧？来手，真的没有撞你，对不对？哦，这是很清楚嘛，哦，各位。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